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。春天的惊喜是宝藏女孩谭松韵送的，谭松韵撒糖了，空气都变甜了。悠悠的春风吹过翠柳，吹过池水，吹过亭台，春风里的谭松韵是甜的。她甜甜地说，锦心流转，流光似玉。花苑送给你们，谁听谁知道花苑好听极了。宝藏女孩谭松韵献唱锦心似玉插曲，松果醉在春风里，锦心流转情芊芊，流光似玉照梦间，两情相悦两袖缠绵永不厌。谭松韵以清甜嗓音道出深情一片，她倾情演唱锦心似玉插曲花苑，好温馨好甜。这种甜这种温馨来自温婉优美的罗十一娘，她有一双大大的眼，她有一张甜甜的笑脸，谁不算一声人美歌甜，谁不想单曲循环。没想到吧，没想到谭松韵居然唱歌这么好听这么甜，难怪松果会这样说，我居然粉了个神仙，粉上了一个甜甜的可爱的小仙女，粉上谭松韵简直不要太开心，不仅演技好还唱功佳，真的是人美歌甜。原本追剧就已经上头，听了歌我就直接醉在了这个春天。这位松果真有才，真会说，说到了上心的心里边。上心又看了锦心似玉插曲花苑 MV， 越听越好听，越看越想看。你看你看谭松韵圆圆的脸，你听你听他唱的歌好甜，你再看你再看花苑 MV 唯美的画面，温暖治愈的歌，温暖治愈的笑脸，宛如春风拂面，谁不想看了再看。花苑 MV 中温文儒雅的徐令仪，温文婉约的罗十一娘携手而来，每一帧都是体面夫妇的爱情细节，每一帧都是十一娘和侯爷如蜜般的甜，真的是甜化了，甜憨了。谭松韵与钟汉良高级甜蜜吻戏，满足了多少人对爱情的幻想。好甜好甜，松果说，来来来，谁也不要拦我，我要再看很多很多遍。是啊，耳麦已经塞不下来了，一直单曲循环，那些唯美的画面根本就挪不开眼。百鸟乘风啼云散，水岸一柳望青山，你轻轻摇曳在心畔，冬去春来江风暖。谭松韵以温柔声线赴甜蜜之约，真的是双双在线。她是外表温婉优雅的罗十一娘，是有仇必报的罗十一娘，智商感人的罗十一娘，也是十项全能的罗十一娘。她潇洒地走进春天，松果说，谭松韵与罗十一娘走进春天，真巧，我就在春天的身边，天际的蔚蓝，眼底的湖岸，如画卷倒映你容颜，如今像海般得你才如愿。体面夫妇钟汉良谭松韵，临窗静坐秀肌书，共饮清茶话闲篇，两人温馨对望，甜度满分，一颦一笑甚是美好，结尾烂漫。宝藏女孩谭松韵不仅人美心善有脑子，却也唱得超赞，前有惊吓后有花苑，花苑好听，惊吓也是百听不厌。谭松韵是歌手也是演员，她的歌好听，演技也棒，真的很值得喜欢。安安静静做演员该做的，没有偶像包袱，对粉丝也很好。众里寻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她在百花盛开的春天。谭松韵在明媚的春光里演唱锦心似玉插曲花苑，许多许多松果醉在春风里，醉在花间，情喜机缘里，此生共良人。锦心似玉改编自芝芝所著小说《庶女攻略》，《庶女攻略》主要讲述了明朝中期永平侯大将军徐令仪和庶女十一娘先婚后爱，携手成长的甜宠爱情故事。来来来，听歌追剧，追锦心似玉，听花月，这个女主真好看，她的歌声真的甜，这个春天好浪漫。